です。Hello， 晴天。Hello， 布达。Hello， 汉。谢谢北原送甜菜心饼干。Hello， 北原。谢谢布达送的情人节会员票。午安，午安。Hello， 泽伟。大家午安。大家午安午安 ，Hello Hello，Hello 小布丁 ，Hello Bonnie，Hello 阿神 ，Hello 公大 ，Hello Ren，Hello 北极熊 ，Hello 鹿 ，Hello 善人 ，Hello， 还有一个月就要生日的人，对，啊，可怕，谢谢路上的缘分相遇。Hello 雨南 ，Hello 乌诺 ，Hello 范范 ，Hello 谢北熊的缘分相遇，谢谢鹿的缘分相遇 ，Hello 小翔，感谢小杨 ，Hello 维维 ，Hello 洛璃 ，Hello 红 ，Hello 水袋吧，马青哥病毒输入进来 ，Oh my gosh， 哇哦！还有这么多种，就是跟那个水果的那个品种一样，就是有不同的那个种类，芒果，然后还有什么金黄芒果啊，什么什么芒果这样，疯了。Hello 红，谢谢送的星辰，谢谢小强送的缘分相遇，谢谢路送的带我去流浪，谢谢，谢谢。谢瑞送的幸运四叶草 ，Hello 红毅 ，Hello 米粉汤，谢谢送的爱的烟火，谢谢水袋八送的幸运四叶草，谢谢洛璃送的行李箱，谢谢小月送的闪光星，午安午安，谢谢雨涵送的爱的烟火，谢谢。哦，不，好心，好心，啊，我看到，花走，哭哭 ，Hello 杨雄 ，Hello， 大家午安午安。吃什么就吃，不是啊，今天跟大家随便吃。Hello， 午安午安 ，Hello 佑希 ，Hello 伟 ，Hello 汉汉 ，Hello 乌鱼 ，Hello 修泽 ，Hello 小五 ，Hello 威卢，吃饱了吗？吃了，我吃早餐了。谢谢我送的小亮点，谢谢。今天天气也很好，然后好想洗衣服。很想要洗衣服出门，我昨天已经洗了一批了，然后我想说，哎，到底要不要再洗？可是看了天气，明天好像又没有很好。谢谢大巴送的带我去流浪，谢谢，谢谢。Hello， 一晨。鼻子这个吗？鼻子这边其实是痣啦，但是它下面红红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它也不是会痛的那种。不知道。但是我一直揉它生的，就很痒，就想要抓。我其实比较想要，我想要洗棉被。在睡觉会开冷气吗？会，但就是开大概四个小时，然后就关了，然后就被热洗。Hello， 谢谢红哥送的带我去流浪，谢谢。怕热。谢谢大巴送的一封信，谢谢，谢谢。会热醒吗？对啊，大概就是大概八点就会醒一次，就跟平常差不多了。平常的那个
生理时钟、睡眠时钟差不多，没有太多了，非常晒气。而且我的窗户是那种落地的，就是我房间的，因为它连接阳台嘛，就是整片这样。我每天都有晒到太阳，那个时间还蛮长的。谢谢金鱼松松的做你的喵 ，Hello， 谢谢阿凯说闪光星星 ，Hello。每天早上起床，然后我就看我的温度计上面写什么28或29啊，然后因为温度计上面有那个温度还有湿度，然后旁边就会有一个小小的表情符号，哎，每次的脸都是那种很长这样的脸，前面有太阳，怎么了吗？外面太阳很大啊，想晒太阳，现在超适合去晒的，超级热。谢阿凯送的闪光星星，谢小布丁送的爱的烟火。真的真的会很热，但还好啦，就是因为我可以电风扇直吹，因为有些人是不能电风扇直吹，会可能会比较容易感冒什么的。那我不是，我是拜托吹我，拜托直接往我脸上打 ，OK 的 OK 的这样子。爸爸们好一点，爸爸说他没什么感觉，他就轻震这样子，然后我就放心呐、啊。就是我不要担心他们不太会用一些那个一些资料。感觉今年没有去年热，可能还没开始热吧。这边下雨哦，真假的？没关系，我看天气预报好像晚上傍晚这个下雨几率大概就一半一半。就是一些那个啊，那个我不知道现在规定有没有改了。我刚刚说，如果你收到什么电子档的那个证明的话，你要传给我什么什么之类。但是他的那个，其实我想说要请他们自己下载那个 PDF， 这样我觉得好像有点为难。就是那个啊，理赔的东西要留着什么的，这个比较麻烦。对，我觉得我打得很详细。我可以做那个保险员，以后，以后要不要给我买保险员了？谢谢原来送的闪光星星，是我爸才50，要60岁而已，也还不算年长子吧，65岁这才算年长子。是吧？什么懒人包？我觉得应该不算、啊，还要跟我买，我还没进去。保险公司一定觉得我人好，好像应该是吧？没有，那你有跟他说你有算，你有确诊吗？对啊，满65才算哦。说我爸只是壮年，中年人，中间阶层的，保险信得过。而且我这个保险员很那个，就是可能不是那些保险员都会是，就是去谈保险的时候会带一些饮料或吃的吗？我全部带健康食品，请喝这无糖茶，好喝，会回甘这样，超讨人厌，超讨人厌，很幽默哎，天哪，没有人想要我们都接我的保单。Hello， 然后送 CD， 那时候代卖保险的应该已经退休了吧，对不对？应该跳不动了，但路还是可以走这样。Hello， 说好像不到，没关系，就是我觉得有总比没有好。因为有些企业是连补助都没有补助，对，然后还会就是强迫你请特休，对，我听到了一些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好吧，就看每个人啦，自己觉得怎么样，对。我77岁，我不知道那时候应该已经变成轮子了这样，
如果真的跳那时候，我觉得有绝大的机会变成轮子，嗯，轮子移动。嗯，喝过水优滴娜，我没有喝过这个哎、欸。我没有喝过，嗯，还是你说，发泡，我是喝过那种像苏跑的那种的粉，就是那种运动饮料的那种粉，然后泡在水，然后的那种，我没有喝过，感觉像，我还是一样东西吗？不知道。谢、yeah, 多多送的闪光星星，就是对，有点像宝矿力粉，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无糖茶吗？跳得动吧？不知道呢。哦，是哦，我不知道哎，我没有喝过那个，对对对。因为好像有人说就是会伴随着那个可能。好像会肚子痛吧，就是确诊，然后可是我都没有这样子。早都是会起码也已经好很多了，嗯，对。我有 hold 住，跟五分还没看齐。下一个我觉得我可能是下一个攀露这样，健身操大家带起来这样。没有，就是日常的捶腿这样。我们练习影片，我们没有我们不太会放练习影片，除非是我们像上次一秒一秒约好的那种舞蹈式版本。对对对，因为也不可能把没有跳好的，然后就给大家展示，就是不好看。对对对对，所有的舞蹈都是这样。因为网络这种东西，就是你上传了之后，一定会有人备份或什么，它是一个不会消失的东西，所以你都要思考，哎，你传这个上去以后的后果会是什么？啊，讲话也是啦，人的讲话也是。哦，今天哦，每个月都是14号嘛，对不对？情人节，好，这日子好麻烦啊。每个月是情人节，很会伤人，真的很会。情人节，谢谢大家，情人节快乐！有没有觉得还是以后跳正常的一点的舞蹈比较好？有。当你真的很累的时候，觉得好想放弃哦，就是这种感觉，真的，真的，真的，那个喘不过气的感觉实在太痛了。谢谢杨豪送的爱的烟火。天长把他带我去流浪，谢谢。谢浪客1828送的一封信，今天是一个普通的日子，没错。谢公大众的香槟。谢谢，我太多了吧？好了 ，Don't touch 你的荧幕。哦，榴莲姐，哦，谢谢龚大送的六瓶香槟，中午谢谢。不要因为半价就这样随便乱按，别这样。谢谢龚大，漂亮的特效。哎，他们不讲，我也不会知道今天是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哇哦，天哪！给你点中午而已，没有喝太多。尾牙了吗？哦，要进入七月了。Oh my god！ 时间过好快。叶伯承送的野猪冰冰，半价不送，真的我收手，好吧。哈喽伯承，手抖，谢谢分享直播，谢谢。像我有时候去就是便利商店，然后看到巧克力有特价，也是会直接就是你知道
再拿一条好了，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会只是加因为都加十元多一件，然后就买四包好了，这样都会这样，你知道吗？对对对，谢谢秋日红送的闪光星星，谢谢任豪送的比心，谢谢分享直播，对啊。就是多就是可以放着慢慢吃，也不用就是也没有急着吃完。今天没什么，只是先做期末考第一周，每天都通宵哦。现在真的是差不多要期末了吧？但是想考完就可以放假了，也是蛮开心。加油加油！我姐最近也在。我昨天有跟你们说，我姐要考试，就是要她要考证照，然后最近都超级认真在读书。昨天是看到她，就是吃饱之后，然后就这样坐着，然后拿着书，然后这样子，然后那边开始晃了，我就说你要不要去睡个三十分钟？她说可是我会起不来。我说那你睡沙发，说没关系，我这样睡就好。她这样子，超辛苦，超级辛苦。谢谢三百阿送的情人节会员票，谢谢。看家欠买，好凶好凶。谢谢钟宇送的钟情玫瑰。午安午安，钟晴午安，钟宇午安。谢谢柠檬送的爱的烟火。对，最近是什么？大家都集体考试的日子。那位姐真的看起来超级累。哦、我就说还是你要早点睡觉，他就说不行，我今天的没有看，今天的没有读完，明天的就会更多。我就好吧，好吧。知识天长在，那你怎么不是说书垫在枕头底下，会直接穿入你的头盖里面，直接塞进去？谢谢星星的闪光星星。准备报告很累吗？我其实比起考试，我比较喜欢报告，因为我觉得报告比较能可能是我的专业的学科的东西吧，就是我比较喜欢用讲的。我觉得我们那个学科比较没办法说用纸笔就可以传达出来的那种。记忆吐司。所以什么缘分相遇，然后他就说他就是我昨天跟我姐聊天嘛，他就说他很累，我就说还好吗？要不要睡一下？他说不要嘛，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你不觉得熬夜很累吗？就是而且你已经很想睡，你还要做就是你还没做完的事情。我就跟他说，通常吼我很想睡觉，然后在做的事情就是我如果是凌晨啊在做的事情的话，我应该是都不能睡觉的事情，因为我很少会需要读书或打字这样子，或者一直盯着就是比较静态的东西。对，通常我都是动态的，就是你不能睡着，你睡着的话就是蛮惨的，就不可能睡着。我熬夜在做的事情，不可能睡着。我明天他是熬夜练舞什么的，你怎么跳跳这样睡着？你只要睡着，不可能，完全不可能睡着。好，谢谢水果送的小鸡蹦蹦，谢谢洛里送的缘分相遇，谢谢刚刚送的巨蟹宝宝，谢谢 Flying 送的闪光星星 ，Hello 志豪，谢谢洛里送的幸运世界草，对啊，谢谢小馆面线送的爱的烟火。觉得出社会之后可能就是可能不知道，因为可能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坐着然后读书了之后会有点不习惯，因为学生时代的时候你是一个很常这样坐着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会比较习惯哦，也比较能静下，但是工作跟这个又不太一样。雪城是睡着，
可是我之前很累的时候，我拉筋拉到睡着哎、欸，因为我睡前都一定会拉筋嘛，然后就拉拉这样，其实我就是趴着，然后直接拉拉，然后就麻了，腿超级麻，超级麻，就真的是。就是一个 很痛苦的，然后一直把脚抬起来就，这样抬起来，用手这样把脚扶起来的，超好笑，很强。早上上完生死学，回头想一些上课内容，莫名其妙的感觉是，哦，我没有上过生死学的课，因为那时候这堂课就是很多人选，就是没有选到，对，没有选到。我们是那个啦，就是那什么。有一堂课就是你可以选的，忘记了，反正就是可以抢那课，然后我只好选什么艺术或电影之类的。对，这两个也蛮难抢的哦。艺术不会，艺术不好上。反正那时候我真的蛮想上那堂课的，但是我觉得我昨天又很直接回到家之后无聊的时候，我就看了另外一个动画叫做。奇诺之旅，就是跟魔女之旅有点像，对，看完也是一种惆怅，挺酷的。我觉得很多人生的大道理都可以就是慢慢的去学，你可能就是会觉得啊，天下想刚刚上课那种觉得有点心情没有很好，但是那个心情可能就是你学习的一种历程，你之后面对类似的事情，你说不定你可以比较看得开一点，或者是比较坦然，或者什么之类的。对，没有，因为刚好滑到。谢谢小祥生的掌声鼓励。就是放着，然后就这样播，因为我都会跳掉那个歌的部分，这样直接跳掉。谢谢分享直播，我不知道，我就突然看到，我觉得我好像就是顺便就是对看一下，好看，就是应该说动画这种东西其实也不用分年代什么的，好看都可以看，只要它画质好，我们都可以看。难怪我之前看那个魔女之旅的时候，因为我都没有看留言嘛，然后我是之后才看一下留言，然后就下面就会有人说啊，怎么很像那个奇诺，我想说这什么东西，难怪我对那部戏的名字有点熟悉。Hello, 谢追踪。狼与心象没看过那部没看。新版，谢谢柠檬送的小公主。用什么看动画？YouTube 或者是 Netflix 之类的。有放闪的还是放闪？只有放闪跟算数学。天啊，为什么要算数学？等一下算数学的动画第一次听到，太酷了。闪的很棒，好吧，不要太肉麻的都可以。但就是闪一点点 OK， 但肉麻我不能接受。好多了吗？好很多啊，我有擦药，所以它好蛮快的。我没有把它揉开了，我就擦药这样。哦，伤人哦，难怪。谢谢志玲哥的闪光星星，谢谢欢迎再次送的带我去流浪，谢谢。每次去看之前都超害怕，我是。我现在看牙医就还好，没有到很害怕，因为之前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吧，应该说我小时候真的很讨厌看牙医，觉得那个声音，然后那个酸痛的感觉真的是受不了。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做牙套，就是有戴牙套，然后因为我是戴前排这样子。因为那个牙医的那个刚好在我家附近，然后我都因为牙医真的很难，因为
声音。什么声音？我听一下。社区警报测试。测试，我说，他该不会真的会响？不会吧？我说，什么东西？很怕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之前大学的时候我不是戴牙套，然后我家就是因为有些牙医很难约嘛，所以我都因为但很难就是因为牙医约早上最早那个门诊都会比较少人，然后我就跟牙医说我就也要最早的这样，然后每天就是应该说一个礼拜总是会有一次或两次要去看牙医，然后就是在睡眼惺忪的时候这样，然后就是被弄牙齿这样，所以我就渐渐开始习惯，就是没有那么害怕或不喜欢了，对。没有啦，因为我家那个门那边听起来蛮清楚，但是因为音响离你们很近，所以可能没那么清楚。谢谢晴天说浪的心。为什么我要躺沙发？我不坐沙发的，你知道吗？等一下看牙医睡着。医生会检查你的神经吧？为什么没有感觉？对，反正我现在就是比较没有到很害怕看牙。但我每次觉得洗牙然后会流血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恐怖。对，不觉得洗牙很可怕吗？就是我觉得洗牙，我可怕的说不是那个酸痛感觉，而是之后你漱口然后有超多的血，就要。Oh my god！ 这样很可怕哎，可怕死了！谢谢玉圆哈，谢谢玉圆分享直播。拔牙，我之前也有拔，应该说我拔智齿的时候也蛮可怕的。我不知道，我洗牙都很蛮容易流血，应该说我的牙齿本来就它的本那个质量本来就没有很好，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是一定要定期去洗牙，然后检查什么的，我才能让它比较健康。对，谢谢小安生的带我去流浪，然后每次去洗牙的时候都会流血，没事啦。应该说十个人去给医生洗牙，有9.9个人都会被医生说你没刷干净，一定要用牙线，正常正常。像我这样用牙线的人，他也是说我刷得不够干净，然后我想说，好吧，我也没有办法看得到里面长什么样子啊。你这样子看我的牙齿，当然看得很清楚，我怎么可能这样子看我牙齿，对吧？好好笑。我记得刷牙是不要那个同一方向，好像会有那个痕迹吧。嗯，我之前就是有听说过这种事。牙刷，其实它能刷到的范围也是蛮，就是蛮受限的啦。就是可能想要的，就是想要刷比较干净的话，最近有出那个洗冲牙洗牙机那种。对。不是，就是同一方向刷，好像就是比较容易，就是有留痕迹。
我有手动，手动，我有普通的牙刷跟电动。不是听人家这样说过，但是我是没有了，说不定他刷的很大力呀、看看，好像真的是，我看那个文章说，它其实好像真的会使表面就是有一层什么的东西会有一些痕迹。上面写的不是我，不是我。Hello。舌头怎么刷？就是直接刷，但有那种舌苔的那种牙刷，挺酷的。饭后半小时不能刷牙，为什么？什么意思？为什么？谢谢奥利送的甜在心饼干，谢谢朱莉送的小公主。拿汤匙刮，太可怕了吧！谢谢范范送的浪的心。哦，蛮多的，嗯，有一些有，对对对。但我蛮不喜欢，就是后面的，就是后面特别做的那种牙刷，它那种都是一颗一颗一粒粒，我觉得刷起来很。不知道触感怪怪的，我宁愿用牙刷，用牙刷。啊？刷牙后不要漱口什么意思？所以泡泡怎么办？那牙膏怎么办？哇，大家的牙医都很特别。盐水杀菌吗？应该是不能太快漱口吧，我不是不能漱吧？这样蛮怪，因为我之前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必须教小朋友刷牙嘛，然后那时候我们老师就有说，那个要让那个嘴巴里的泡泡停留一段时间，然后再吐掉，然后我就记得这件事情，但我没有听到不能漱口这件，感觉很可怕。对啊，消炎。可是现在蛮多牙膏都有那种咸咸的那种，我超级不习惯，我超级不太能接受，就是咸咸的牙膏这件事情，咸咸弄牙膏。比较习惯薄荷的味道啦，咸咸的真的是算了，先不要。我
可以啊，不他们不可以加。小朋友牙膏都甜甜的，但日本也会有那种就是带了牙膏，然后也是那种甜甜的香香的味道，水蜜桃啊什么的，但就是比较习惯就是凉凉的薄荷。怎么可能？是真的是咸咸的牙膏，真的。它就是里面有一些就是什么消炎成分什么之类的，它就会咸咸的。可能你们都用一样的牙膏吧，但是我就是我妈就是喜欢买各式各样牙膏，然后我也没有到很在乎，就是要是否要同一个牌子这样子。对，然后每次都是一个惊喜包，你知道吗？惊喜包。马莎比是辣辣的吧 ？Hello， 我的味觉没有问题。太冰不是也不好吗？他们照常餐刷，因为味道很重啊。他们的泡菜什么腌制的一些东西吗？的口味都比较重。但我也是吃完早餐会刷牙，对。魔鬼椒，辣椒吗？直接吃吗？直接吃的话我是不敢了，但还能吃辣，还行，就是目前也不会想要吃太辣，很久没有吃到很辣的东西。哦，蒜头，洋葱也是会在嘴巴里留味道的。配料，什么叫配料？韭菜哦，韭菜我兴趣不大，对。但是我阿嬷包的水饺里面是韭菜水饺，但我还是会吃，对，因为是阿嬷包的，蛮好吃，好吃。阿嬷包的就是好吃，谢谢乐圣送的行李箱。我觉得外面的就是的那叫什么？韭菜的水饺吗？我都觉得没有很好吃。配其他食材，嗯，我没有就是特别去买过什么魔鬼椒的产品，所以我不知道哎。对对对，但maybe 辣椒酱里面有加的话，直接。我不能跟你说我真的有吃过，对对，因为我自己不清楚。啊？平涵说我是全 TP 食量最小的啊？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一点个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走错房间吧？你是找玲玲啦？玲玲她吃很少啦，叫她多吃一点。玲玲走错房间。但是我真的是相较于其他人的话，我是真的没有到吃很多。对对对对 对，可能就是正常的量。可能她觉得我的体型跟我的食量蛮不搭的，这样可能。他也说不定也没有骗你。晚上都吃啥？哦，要看状况啊，看我说看想吃什么啦。对对，但我晚上也不太会想要吃些重型的东西，除非是什么公演结束啊，活动结束了，就哦，我今天犒赏我自己，我就会吃得很好。阿姐真的蛮会吃的，然后很瘦，真的是令人嫉妒又羡慕的人。对啊，就每次活动结束之后，我都会吃一些平常不会吃的东西，就是吃一点比较特别的。像我上次应该说之前的握手会还是合照会握手会结束，然后我就叫了一份韩式的炸鸡的那种套餐，嘿嘿。超开心的，对，栗子也很会吃，很厉害，然后又超级瘦，真的是令人羡慕到不行。
这是天选之人吧，这个。谢谢不曾送的爱的小熊，谢谢。那他们的基础代谢率就是很高很高很高这样，是我那个无法达到等级。今晚要吃什么？我不知道哎，还没想到。太瘦也不行啊，反正就是正常正常，就正常吃。都有吃东西，我也不吃。过瘦跟过胖都不好。我就还没想到，不要逼我。好紧张，不用紧张，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哎、欸，我好久没有就是握手会了，就是好不习惯，就是突然觉得，哎、欸，我要讲什么哎、欸、那种感觉。食量的比较突，嗯，我真的很难讲我们四个人食量谁比较多，可是我觉得阿姐应该可以第一名，但肉肉有时候会第一名，就是他肉肉他比较，他们两个都是看心情或是看当下的状态，那我跟马友就差不多差不多，对对对，婷娜是第一次哇，吃饭了吗？吃了。听我说就好，听你说。Hello， 可妮。其实我们吃的食物也没有到说就是那种很夸张的健康吧，就是蛮普通的啦。因为我们也不可能每天大鱼大肉这样吃。嗯。哦，今年的话 ，OK。大概是这样子吧，你的排列的顺序差不多，少吃，少量多餐，慢慢吃。哦，感觉好痛。的确啦，就是应该说，人呢不一定一天要吃到三餐，就是三餐是我们自己之后，就是说，之后的规定，你知道吗？就像中秋节。不一定要烤肉一样，就是烤肉这种东西是之后我们某个时候就突然创造出来的，所以早餐、午餐、晚餐的定义感觉像是这样子。那我的话就是，我觉得我饿了我就会吃，这样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大概。是端午吧？不要这样，我真的会搞错。谢谢兔送的星辰，谢谢。哦，饿的话就吃就会复杂，真的假的？你是真的肚子饿，还是吃，还是你想吃的那种，就是嘴馋的那种饿，不太一样哦，那不一样哦。是真的饿的，知道哦，肚子有觉得它空空的、扁扁的，然后是你的胃扁扁的。我才会去吃东西，那种饿。三人走单队啊！特别节日吗？我不知道哎、欸。你说那个什么购物节什么的吗？那购物节是没有理由的啦，对。反正有优惠券就拿。其实我也不知道有一些他们的节日怎么算，不止虾皮，然后其实是淘宝什么各个网路的这些买是什么平台，购物平台都是这样。口渴当饿容易胖，对。而且人家说，其实你很渴的时候，你可以先，不要狂灌水，你应该是要先含一口水在嘴巴里，好像是这样。买就对了，对，买就对了。
买起来。被骗过是什么意思？你说图文不符吗？全球购物节，合理合理 ，OK OK。购物节，购物没有理由。啊，朋友，为什么朋友骗？什么意思？我常含水，含水。你说，这样才不会饿吗？不是吧？这个饿跟那个不一样。你有时候你真的运动，然后流很多汗，然后你突然是疯狂灌水，其实你也不会觉得你好像有得到一个就是那种得到救赎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慢慢喝。我原来只是为了讲，哎，真是的。还有我想说，我有很常含水吗？傻眼。傻眼。不是，但是不会那么，不会觉得那么渴，对。适度的断食，我现在比较没有在就是做断食什么，我之前有啦，之前有，很久以前做过。有时候我真的没办法配合，我想要吃饭的时间，对对对对，然后就变成哦，我现在就是不能吃饭啊什么的，我就会变成我真的好饿的，反而情绪更不好，就放过你我吧，让我吃吧，所以我现在就是比较佛系这样，饿了就吃。我觉得是要看你的心态，对。如果我觉得厌食跟断食不能化成等号，厌食症其实是比较心理比较属于心理上的状态，是因为可能太过于在意别人的评价，然后或者是什么的，就是会比较影响到心理的状况，或者是有些那什么。健身的人，然后为了参加比赛，然后会让自己体态的那些就是线条更优美，他们可能会断食，然后让皮肤的什么什么的，然后比较紧致啊，不什么的。我之前看，那我不是很清楚，大家可以查。可能各个东西用不同的方法，那他们都是不是因为可能心理上的状态，然后去选择说我要断食，然后达到一个瘦身的效果。反而是以想说我要以断食的方式达到那个非常纤细的体型，然后的那个还有加上别人的评价的影响，那个心理状况才会比较容易让你得到厌食症。对，表演前断食吗？不会。我不可能比健美比赛。谢谢洛医生的音效卡，谢谢。我觉得你所有的东西都吃适量，就不会很辛苦了吧？对啊，就是你不要像是你好一颗苹果，然后跟一包薯条。但你都知道薯条这种东西是有加工什么的，它其实相对起来不是那么的健康，你自己实际知道它不是很健康，然后你还要吃爆它，然后你还要吃撑这样子，你这样子的话就是比较就是可能对身体不好，对对对。所以你可以什么都吃，我可以选择吃这个苹果，然后再吃一点点，吃一半的薯条，或者吃一点点的薯条，就是你两个都可以吃到。但是你又不会就是造成就是刚刚我说的吃一堆薯条，然后又想吃苹果，然后这样的那个状况，就是你可以选择这个为主，这个为辅，这样，那你都可以吃到，你都可以享受到。但是也可以放松一下，就是像我就是活动结束之后大吃大喝也是 OK 啊 ，OK 啊。
可能会得奖，不会，那边不是靠脸生存，好不好？是靠身材。接下来送的甜菜心饼干，下一半怎么办？就是给旁边人吃。但我其实因为很少，我真的很少吃一些素食，嗯，很少吃了。应该说也不会主动想要去吃，对。不知道，你对我的吸引力没有到这么的高，但有时候还是会久久想到就好想吃一下哦，然后就会去吃。我肌肉量没有那么多，好不好？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的啦！不限制体重吗？通常都是有的。谢谢海豚上的巨蟹宝宝，谢谢观众上小星星，谢谢。拜拜，刚刚拜拜，周六见，周末见。穿着旗袍握手吗？握手的话只会穿学生服，然后合照的话才会穿旗袍。拜拜。什么东西？感觉会有点忙，真的。我很害怕我讲到没声音，因为一直讲话，然后我就是也会想让你听清楚一点，然后反而会想要讲得很大声。还好我都老赞事发突然。拜拜，考试加油。考试加油啊！考完期末考就轻松，赞赞的。最喜欢考期末考了，因为马上就可以放假。期末考什么的都来。喜欢放假。啊，合照会马上情况啊，原来。正式科就暑假，好幸福哎，放假。身上礼拜考完了，这么快？所以你现在就是在一个放假的感觉吗？好快啊！我暑假要实习啊！我们之前有实习过呢，但我觉得实习蛮好玩的。我寒假也在实习，暑假打工，然后还有什么？然后整个学期都在实习，我是寒假实习，就觉得实习蛮好玩。高中的话，暑假也有实习。奥数部，天哪！我那时候我们那个暑期辅导，我们教室就是我高中的教室，原本在三楼，二楼或三楼这样。然后因为我们那栋教室要就是校就是那栋大楼在修还是要改忘记了，反正我们就去另外一栋上课。然后那栋上课呢，是因为那栋很高的大楼这样子，但是我们在七楼还是六楼，很高，超级高，不一定搭得到电梯。然后每天早上起床就是要先经过一个爬楼梯的地，超可怕，爬到超级累。好可怕的，连直播都没有力气追，只想要废耍废吗？
就等一下，太突然了吧？这跟你的测试隔了三十分钟有了，我生气哦，太突然，还在测试。没，哎，这歌突然变得超好吃，然后突然样，没有没有，他刚就是说他要测试，但是我不知道他是隔了这么久才测试。天哪，我一直被吓到吗？天哪，这很容易，我超级容易被吓到。不小心按到，我觉得不小心按到真的蛮糗的，或者是不小心按到灯的开关。不然你关灯这样哦，烧了那现在差不多可以灭了，对对对，灭火喽！不是吧，测试会不会响而已吧？天哪，喷药应该也不会到是自杀到住户家吧，通常都是在外面水沟吧。谢谢 Licky 中的带我去流浪，先不尿，真的不尿。哦，谢谢 Licky 送的带我去流浪，搬家大家都会都买，感恩，真的 no 欸。反正最近大家都要测试，为什么嘞？是爬不上来吧？就目前做了两年，只有看到上次那只小小的，小小的，那是我超级害怕小小的虫，蟑螂，一秒变脸的蟑螂。但我其实我小时候好像没有到这么害怕，就是长人长越大越容易害怕这种，就是高速飞行的物体。I don't care 他怎么努力过来的 ，I don't care，I don't care 不要进入我的生活圈，离开。而且在路上看到蟑螂，就发现哦，对啊，对，夏天要到了，他们出来了。我大学的时候，就是一开始是住一楼嘛，然后因为我真的是被蟑螂吓到，真的是哦，这是一个噩梦，很可怕，所以我就往上搬这样。那住一楼蛮方便，你知道吗？很快就可以出门，很快就到家。然后是因为那时候的真的是很大只，就是很大只的蟑螂。不知道那个地方怎么会这么大，知道吗？然后就很可怕，还会飞。我就哇，那时候真的是每到暑，就是可能天气一热，就是一个很惊恐的时候。然后因为那时候是学生社区嘛，然后就是会有垃圾桶，然后那个地方就会有很多很多只在外面，然后在那个走道上，就是那时候在外面的那个像是什么社区的那个地方，这样啾啾啾啾啾这样啊。不要再叫了，我生气了，好可怕，一个蟑螂也可怕。然后我每次回家的时候都要奔跑，我要先预备，然后助跑，然后再跑进我家的那个一楼。每次我大学就是这样度过，惊恐中度过。刚刚也是，生气。我才不要，不要碰他们，不要碰他们，可怕哎，一个危险的生物，带来疾病又危险，怎么可以让它生存在这世界上？疯狂抱怨，不喜欢。哦，好像听说 Mina 都会就是听得到。就他好像是这边是电铃还是什么，好像是。
我没有那么壮，我没有那么壮，那个要练。我连那个什么引体向上，我都没有到很能把我自己撑起来。我不要，好恶心哦！不要，不要让他碰到我，手臂不要。才不要，恶心死了！我不能接受这种东西。我觉得女生可以做引体向上是很厉害的事情。要几次？不讲话，不讲话，不讲话，疯了！谢谢瓜瓜送的闪光星星。会不会蛮多人怕蟑螂的吧？我也蛮怕突然的声音。我们听歌吧。没有闻到烧焦味，他在测试。我这句是懂，没有没有，我们这句就是这一栋而已。他没有分边，我不知道他在测什么东西。希望他快点结束，不然我的小心脏受不了了，受不了，太可怕了。谢谢院长带我去流浪，谢谢，谢谢。可是我是怕所有的虫类吧？对，你知道一个东西，就是灰尘的那个虫虫吗？不是那个灰尘精灵哦，不是森林少女那个灰尘精灵，那比较可爱，是那个长得超丑的那种灰尘虫虫，真的很像灰尘，但它会动 ，you know。灰尘虫，伊鱼，可能是好像叫这个名字，大概，看，大概，完了，灰尘，虫虫，伊鹅伊鱼，伊鹅鱼。好笑，什么名字？不是，它是一个，就是灰尘虫虫。它，其实也不太像是这个耶，不太像。就不要把那个照片放那么大。它不是，我觉得它长得不像这个哎，怎么办？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啊！我疯了！我突然觉得平板太大，我就不太舒服。不是，我想要跟你讲那东西叫什么，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哎，就长得很像。灰尘的虫虫，太大了。伊鱼，它这叫伊鱼。他说他是活化石。谢谢。不是一鱼，是一鱼，好不好？应该是吧。好可怕、哦。他说这是什么？他们已经在地球上生存3亿年之久哦，是活化石哦。天哪，他这样讲，我也不会觉得他特别神圣。他就很小只，他不会到1公分。
对对，回到一公分，就是小小只的，突然出现。在刷盘吗？滋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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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刷盘是不是 ？Oh my god！ 唱火花神，很长老应该已经不太算吧？他DJ 真的，我觉得有时候想是不是窗帘或者是什么，因为我的东西都收得很干净或者什么的，我觉得可能是窗帘，窗帘房东的。他什么都吃哎 ，Oh my god， 他真的很不挑哎。哦，他没有任何的危害，嗯，就长得恶心了一点。对，就这个很可怕，很可怕。不是，就是大家可以查医语，就是毛毛姐姐，他不是好宝宝，我不太喜欢他。他什么都不吃，他什么都吃啦，就是在地板上的东西什么都吃。他说人的头发也可以吃，然后昆虫的什么都可以吃，他就不挑食了。他长得很恶心，不喜欢。No. 就是要清干净。可怕！啊！就突然会看到，然后我就会哇，这样，然后叫出来。我之前啊，都之前来我家吧，我们爸妈跟你分享过，然后他来我家，然后我就看到就是沙发旁边就是有就是灰尘嘛，我想说我要把它擦掉，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它在动。然后我就哇哦，然后我就拿了那个什么酒精，然后就哇哦，然后我就说你在干嘛？我说哇哦，有虫，哇哇这样，我就害怕的哇，救命！它其实很小只，它只是不到一公分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它超恶心，然后我就哇这样，然后狂喷猛喷，然后把酒精当那个什么。圣水那种感觉，恶魔驱散，恶魔驱散，狂喷这样。我什么虫都是先拿酒精往他身上喷，我不知道觉得他很脏，喷一下看他会不会醉这样。蚊子也是，喷一下看他会不会醉。人家那个不是香槟了好不好？哦，那个就 Minecraft 那个，对，就是那个，我之前也是超容易被人吓到，超可怕的。哇，蚊子，因为我没有电蚊拍了，但是我们家其实也目前这栋不知道什么蚊子也蛮少的，所以就没有这样的需求。但有时候还是会有蚊子，但是因为它逃不过我的法眼，通常都是被我消灭。我是家里的一只猫，你知道，只要有东西飞过去，这样，姐，刚刚是蚊子吗？我说什么？有看到吗？那是蚊子吧？然后我就很认真在看，我说，它现在逃得掉，它终究逃不掉。然后我就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这样看一下墙壁，有没有蚊子？像一只猫一样，蚊子呢？啊，蟑螂就算，蟑螂我真的是不好意思，真的办不到，对不起。啊，那我不行，这邪恶的生物。我真的是对于那种不知道蚊子可以打的，但是蟑螂真的不行，谁敢啊？拜托，你就要去找啊！你不觉得有时候睡觉睡到一半，然后有蚊子这样，这样。很生气吗？超级超级生气。然后有时候它真的咬到你，然后吃太饱，还在旁边休息，那你就看着它这样，然后很不爽。然后我就默默的拿酒精这样，在吃啊，在吃，开心吗你这样？
我现在很生气哦。我都这样。谢谢小红送的做你的喵。我每次都这样，我姐都觉得我有病。他们跟他对话，我说不行，我要把我的愤怒跟他讲清楚。反正我是没有要打任何的，你知道蟑螂这种生物，不想碰到他。然后他喷血，我跟你讲，他喷血代表你真的被咬到了，好不好？而最好笑的是，那个叫什么？我之前就是在我家，就是走一走，然后看到地板脏脏的，因为我们家地板是白色的嘛，然后只要脏脏的就看得清楚，我就蹲下来看，什么灰尘嘛，一看是一只蚊子，然后它怎么死在这里？而且它完全没有事，然后就倒在那，我就天哪，有点可怜嘞，你知道吗？有点可怜，是这里东西不好吃吗？我在家哎、欸，有没有尊重过我？但我也有时候你知道有点矛盾，也不想被他尊重，所以就觉得到底怎么了呢你？很好笑。然后我就要把它拿起来，还活着怎么办？活着好吧，然后我就拿去水龙头冲掉，再见，拜拜。拜拜，Nemo都会这样，然后去大海，拜拜。那个牙医的那个植物还是什么的，达拉这样，因为他真的很小只，好瘦弱，然后很可怜，这样，我想说怎么了你？真的是怎么了你？突然觉得啊，天哪，是不是有点可怜了？被饿死的吗？希望不是。没事，我不想要探讨他的那个东西，这样子。他算不速之客哎。他没有跟我说他要来，我干嘛招待他？对吧？给他咬，给水，给水，懂吗？给水。伙食不太好。哦，你看到我吃的饱饱的吗？我姐也吃的朱圆圆，还被揍。成语用的不对，天哪，我中文不太好呢。还好啦，我家其实就是没有什么虫啊，就是对。谢点头上的星辰，我家真的蛮干净，因为我每天都会打扫，就是这个围强迫症的。是那种地板上有头发，我就会觉得很心烦的那种。心烦女，求生力。你在偷偷改我们的歌词吗？但是我们这个社区就是蛮干净，我就是租房子其实或什么的，我就是很看那个社区的卫生，不然我真的会发疯，直接气消。谢谢大巴上的星星的情书，好酷哦，新的。如果这个你要说社区的环境不好。除了虫之外的话，那人的出入可能 maybe 也会比较复杂，然后也不会有一个管理员什么的，就这东西都是要看，就是你自己要找好。有时候我会觉得，你可以找远一点地方，但你环境是好的，我也可以接受。因为我之前在还没那时候还在跟我姐一起找房子的时候，其实有看过蛮多间房子，然后没看过米妮，当然没看过啊。我自己养的不算吧，仓鼠这样可爱，这样还放那个球球在那边上跑这样。然后之前阿吉的时候还会撞到他，超过分，那个老鼠这样，这样转圈圈，
超可怜的。然后晕了一下，他继续跑。阿基很过分，然后这不是重点，反正之前跟我一起去看房子，然后他是在差不多大稻埕那附近吧，就是已经在北门，就在靠大稻埕那附近了，所以就是那边比较多工厂什么的。但是因为我姐说这间真的很漂亮，这个想来看一下，我就说好吧，可以去看。然后我就觉得那边环境就是比较复杂一点，然后它是公寓，也我觉得晚上应该也是比较没有这么的暗，没有这么的亮，对对对对对。然后跟我姐说，我绝对不能住这里，因为我上班的时间很有时候很尴尬，对对对，我不太敢一个人走在这个路上。现在很像的爱的小熊，买不起啊，买不起房子。哇，老鼠吃仙人掌哦，好酷耶！说明他觉得那个还好，说明他有先拔掉啊，就跟是我们吃一些什么东西会拔毛一样，先把它拔干净再吃。天哪，他是料理鼠王哎 ！Oh my god， 他是料理鼠王，可以，好可爱。期末考，考试加油，考试加油，大家考试都加油哦。好，看到两点 ，OK， 可是我大概一点 ，maybe 40分会关，想到这个，想到很好笑，就是我姐她就是在银行嘛上班，然后她就是会帮客人写什么单子什么的，然后就是一些手续比较久。她说她昨天还是前天哦，前几天，好吧，她遇到一个客人。然后他是在不是他办理的，但是那个感觉像是一个，他说比较像一个可能是大公司或大企业的高层或是老板的那一种。谢谢欢迎人送的小辣椒的愿望。然后谢谢九宠的香槟，谢谢。40分还有10分钟啊，大家很急很急哦，谢谢。搬家是这样子吗？谢谢周，谢谢。对，不要，就是我不要丢火箭。谢谢Linky送的幸运四叶草，谢谢。然后那时候他就说有一个，就是他说他要汇款到国外，然后他就说他想要，因为要问清楚嘛。谢谢他送的香槟，谢谢，谢谢。他就是要汇款到国外，然后因为。银行嘛，就是很多东西汇款都要问很清楚，不然就是以防诈骗这样子。然后他说他要汇款给他那国外读书的女儿这样子，然后因为他要在那边买房子，然后我就哇，在国外买房子哎。然后我觉得说，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会注意到他吗？因为他很大声的说1000万又没有什么，为什么要这么麻烦？然后我姐就这样子，要觉得1000万没什么的，至少身价应该要10几个亿吧。我这样子哇，小时候觉得500块很大，长大之后觉得1000块很大，现在觉得1万块蛮多的，哦，是大的，10万是算个超大的数目，那大家这样子身家得多少钱啊？然后我这样子，好的，1000万不是什么数字，好吧。限制了我的想象，天哪，我是不是视野再开阔一点？再开阔一点吧。我不知道，反正他要直接汇的话，他可能也没有再管这么多了，这样。
哦，不是我，我是说我姐工作上遇到的一个客人，他们在帮办理东西的时候听到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天哪，真的是想都没有想到。我不是有钱人，对，我们家是过得比较富足的生活，就是应该说是有，应该说要有的都有，就是我爸妈努力拼来的。能这样讲。没有，他感觉只是要先付那个什么，就是什么定金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对，他都讲这种话了，怎么可能让他女儿住比较普通的房子？我觉得，感觉是个别墅，感觉是别墅。谢谢博成送的甜菜心饼干，谢谢 Dicky 送的一封信，谢谢。一台车要1000万，这么贵？反正应该说现在要买房就已经很难了。对，像我们这种就是刚刚进，这应该说算出社会不到10年之力的人。什么都是很遥远的，所以20年还是觉得很遥远的。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没有概念，真的没有概念。不要这样子，这样子，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想。天哪！很闹，不要乱造谣好不好？等一下人家误会说啊，我家很有钱什么之类的，会带来很多困扰，不知道怎么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知道，说出去的话就是都要谨言慎行，因为你不会知道它会被传成什么样子。对，就像照片就是会留，你说你 po 的每张照片都会成为以后的历史。或者是影片都会成为以后的历史，所以你做的一言一行都要很谨慎小心。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因为现在的网络的资讯跟流通非常非常发达，所以你不管你是不是可能公众人物好人，其实你是一个普通人，你的东西可能也会被人家随便使用。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哦。可以握多久？好几天嘛，可能是哦。不会想要这样跟我一直握着吧？我跟你讲，一定没什么话聊。我们可以这样握着，然后一起玩那个 Switch 的，那个时间会过很快。人家最后传到我说，哦，我买的是那什么，独立桶，直接变成那个变成床垫。不要在那边闹，不要乱传啊！真的不要乱传，不要乱传，没有这东西，没有这东西，就不知道说什么了。我要先问你，饮料发完了吗？太废了，真的，那个照片，你的，而且你的手机可能容量也要大。那我觉得赚钱，应该说赚钱是很辛苦的事情。不管你是辛苦是从你开始，还是从你的父母，或是从你的可能爷爷奶奶的上一辈开始，就是他，因为你知道这东西本来就得来不易，没有那种从天上掉下来，除非你真的是超级幸运的人，刮乐透然后随便刮就哇好几亿这样。但这种人真是不会有很多，所以你不会，应该说也不要抱着这样的想法在过生活。所以就是你在出去赚钱，然后你在花钱的时候，你就会更谨慎小心，不会像是你还未出社会学生的时候的那种想法，就觉得啊500块没有什么，叫你们妈妈零用钱，不会。你长大了之后发现哦500块很好用，但来台北之后发现500块好像有点难用，怎么可能发不完？扩充卡。没有，我没装。
还再帮你买，好闹，一换一哦，你喝了我这杯就要把你们叫的那杯给我的 idol 哦，这样，你都要给七七哦，这样，笑死，先让个1828送的红玫瑰。谢谢。对啊，中乐透也要，你要好好规划你的资金怎么去使用。因为我之前就是我之前在看 YouTube， 就是喜欢看一些名人，就是一些电影明星之后可能比较退出，就是目前的就是荧幕前面的电影星，他现在做什么？然后像哈利波特的那个荣恩威斯那个角色，然后他就是之后都没有什么作品嘛，他把那笔钱，他的那个哈利波特赚到那笔钱，然后电影的那个费用去买了房产，投资就是投资，然后就现在就是到每天这样子，然后含饴弄孙的那种感觉，这样很幸福哎，很喜呀哇塞耶。所以我觉得你有一笔巨大的金，真的在的那个钱之后，你要好好去规划。那也不要随便就是相信那种是别人介绍给你的东西，或者是一些什么投资的广告简讯啊，拜托大家不要被骗咯。我说不知道大家会有那种很常收到一些投资的简讯吗？我不是那种超常哎、欸，天哪，漩涡鸣人。我超常收到一些那种投资的简讯，我想说 Hello， 可以不要吗？不需要。对，真的是很傻眼，为什么要传投资简讯给我？没有哦。哦，那种汽车什么贷款什么的，我不会想投资，因为我觉得第一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可以让我这样子去尝试性的去投资，因为像我这种完全没有碰过，我第一次踏入就是你知道吗，很容易被割掉韭菜，啊、我就没了，这样我这样就会被淹没，我才不要，他说那笔钱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啊，这不是重点，我就觉得，因为我还不懂，那我也没有那个，我没办法规划出一笔是我额外想要去尝试的那笔钱，然后再加上我真的觉得我应该会就是，知道看不准。谢谢文送的带我去流浪，谢谢。所以我觉得我就算了，我就算了，我就不搞，我不就不玩这个了。我有汽车驾照吗？有啊，有，我有汽车驾照。对啊，我觉得就是如果以后真的是有什么一笔钱的时候，我就给姐姐帮我管管这笔钱呐、啊，加油，加油，大概吧。那有车开，家里有车，但是我不会开，就是那我不会去开它，对对对，因为家就是台北不需要开车，我觉得捷运很方便，捷运真的是世界上最方便的东西了，拜托，超方便的。八人座吗？没有，我没看到这么大车，那个要手牌吧？我是自牌，只要骗我也没办法，真的。就是被自己家人骗的话，那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呢。我相信我姐不会骗我了，因为我这么笨，对不对？哦，八哥自牌，哦是自牌，我以为那种车很大要手牌。我刚刚给家人投资压，不会，我觉得还好，可能他压力会很大，但我还好。我就觉得我姐好像很厉害，她什么都可以。台北以外吗？我之前有去花莲玩，然后那时候是我开，就是我们到那边在租车嘛，是我开车的，因为他们这样子，
你先上车。我说我吗？他说对，你先上。哎，不是我们三个不都有驾照吗？我就被推上去，我就哦开车咯，这样。还好花莲的路挺大的。桃园有开过啊，桃园有。那时候载我姐去买东西，那时候她很久以前了耶，那时候她用回台北，然后她要买一些有的没有东西，然后我们就跑了家乐福，然后又跑了，应该是大创，当然家乐福是同一个地方，就同一个地方，然后又跑了那个万悦，她要买衣服这样，反正就是你知道。在那个市区这样，很行这样。然后他还把我的那个饶舌歌关掉，他怕我加速。我很久没开了，因为向往做超跑，哎、欸，没有。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对于那种超跑或者是那种重机超级无感的人，我真的深刻的感受到我对他们的无感。不是火车站，是另外一个地方，忘记叫什么路。大兴西路。没关系，我知道在哪就好。我们是很多女生喜欢跟超跑拍照嘛，这样。我讲，然后跟他拍照，然后或者是重机这样，然后用就是那种重机配辣妹，那个点阅就是照片的按赞是都很高，那我就觉得。还好，那个车还好吧，就是车啊，就是车啊。怎么了吗？怎么了吗？感觉很难坐，因为我觉得我不会骑，我连在后面坐的那个，就是感觉 不太舒服。然后超跑不是蛮低的吗？我觉得我爬进去应该觉得很痛苦，太矮了，我要这样子躺进去，好累，不喜欢。我都对这种真的，我很喜欢，我很喜欢休旅车，因为我从小我们爸爸都是开休旅车，应该说我最有记忆的时候，我爸都是开休旅车，但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可能 maybe 一两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家还是轿车这样，然后之后我爸就换了休旅车这样，然后我就觉得休旅车很棒。他们坐副驾空间蛮大的，我没躺过，我是不知道了。保姆车就是大大的，是蛮舒服的啦。里面的人不要太多个就蛮舒服。在抱怨平常，不是我们每次六个人挤进去，而且因为我觉得我们人是很瘦没错，但是我们裙子很蓬，你知道吗？然后总是会压到旁边的人，就说拍谁啊，不好意思的。很好笑。我之前看过人家说，因为很多名人嘛，他们都就是可能坐跑车或什么，然后女生下车的时候的一些礼仪什么，我就觉得跑车这么低，你腿这么长，你要怎么出去这样？我就觉得他们好厉害哦，真的是可以，就是跟女生穿高跟鞋走路要练习一样，他们为了坐跑车也是有练习的。差不多要关了，来讲一下排名。对，OK， 来，第十名是鹿，谢谢。第九名是中银，谢谢。第八名是博城，谢谢。第七名是幻影战士，谢谢。好，第六名是啾，谢谢。第五名是玉安，谢谢。第四名是瑞生，谢谢。好，第三名是 Licky， 谢谢。第二名是水呆吧，谢谢。第一名是公大，谢谢。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然后今天是礼拜二嘛，参加挤不进排名了，哭哭。没事没事，你之后还有时间。然后今天晚上六点，
六点有还是哈什么哈的，就是电台，然后在调频收听到 FM 96.9，或者是可以下载 Hi Channel App。然后这今天的这一集呢，是有跟大家征稿，就是说我们想要演就是一些剧的部分啦，对。然后这集的内容是这个，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收听，对。那也希望大家会有更多不同的投稿，因为玩得蛮开心的，觉得录得很有趣。那也欣赏大家的创意，对对对。然后我们的孙元真预购呢，直到20号，所以大家一定要买要快哦。谢谢洛里送的贵族选票。再来呢，这周是我们的合照会，然后我也有补握那个我的握手会的部分，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然后来跟我见面拍照，然后我也会做一些小道具，然后提供给大家拍照的时候使用。就希望大家也可以，就是虽然现在疫情的关系，然后有诸多的限制，但是还希望大家可以拥有一个特别的回忆，对，不然呵呵，我觉得其实手做东西其实蛮麻烦的啦。但因为我不想要让大家觉得可能有点不值得或是什么的，所以我想说做一些东西，然后让大家去使用，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拍照的拍得开心。对，拍得开心。再见，拜拜。再见喽，再见。这东西不会淤青啦，只会被针插到手。再见，拜拜。